我是观光列车到那2011年3月，哇，三月那会晚十分，3月7号，从南南，从南南，9:06，我拍的是653次哦的橘光号，叫海线港彰化，台湾话的叫花东港彰化。的橘光号，现在我们橘光号在方方方方那里。今天后来决定还是回家一趟哈。哇，那最近，哇，这应该都没办法回家。好，4236次，今晚沿线刚好瑞芳，还有500行圈的车网，好感动了。518/5501车网圈呢？拜拜，再见。开启车门，快点上车。好了，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给我们道具，我们就拿老板三只的。9:08，4306次叫沿线港瑞芳。1500行圈的在双浪双浪关闭车门就到，好吧。听空听空，空，我就拿了。